晚安。阿瑟你好，谢谢燕送我姜饼人，谢谢燕。夏夏，你？哦，当海豹丑丑。Hello， 袁东，晚安。大家好，平衡昨天很棒，谢谢你。谢谢阿远的浪漫玫瑰。平衡感冒了，我已经感冒好久了，也没有到好久啊，一个礼拜多了。吃第二次药了，还没有好。昨天发海报，今天跑去高美贴在服务中心门口了。谢谢你们，头发换了感觉不一样，真的吗？但是我的新的那个公式照的发型还是会这样卷。其实我原本设定这个公式发型的时候，就是差不多这个长度的卷，然后微卷这样。只是因为我一开始剪的时候也是差不多这个长度，只是这一阵子又长长了，所以昨天那个就是头发比较长。但是其实我设定就是要这个长度，然后微卷。昨天是长长过后的，你们去看我差不多冲绳时期那个照片。但是刚剪不久的时候，就是差不多在这边。昨天微整真心好看，谢谢你们喜欢我的新的公式发型吗？今天也发了官网更新了，就是新的公式照。冲绳时期头发好看，谢谢阿维。我应该拿个卫生纸过来擤鼻涕。谢谢杨姐，杨姐你好。我昨天就是因为不想要一直擤鼻涕会弄掉我的妆嘛，所以我就一直把卫生纸搓一搓，然后搓到我的鼻子里，然后我就可能搓太多次了，就流鼻血了。擤鼻涕，我就不小心流鼻血，我这两天都有点被我搓到流鼻血。唉，志伟你好，不要太用力。好的，哦，鼻涕真的很痛苦哎。谢谢怀怀的冷气便当跟看好你哦，谢谢。大家，哈哈哈！谢谢怀怀的告白气球。对，一点点感冒。唉，用湿纸巾就可以减轻了。大家喜欢我的新发型吗？就说没给我看，你就不会好啦。你诊所在哪里？你的诊所在哪里？谢谢欢迎阿送我玫瑰，谢谢志颖的玫瑰。我是八八，晚安。哈哈，你好 ，Forever， 晚安。平常可以用湿纸巾洗，但割喉做，但是会掉妆。而且我今天出门整个忘记带化妆包哎，因为这次头又更，这次镜头更高，太高了吗？我今天忘记带化妆包出门，结果我就因为我平常不是会一直补妆吗？今天度过了没有化妆包的一天，因为我早上太赶了，我通常就是会在房间化妆，然后化完妆之后会到妈妈房间去用头发这样，所以我就昨天亲眼看到亲子服很好看，谢谢怀怀。然后我就是化完我的妆，我就把我房间的镜子啊东西都搬到妈妈房间，顺便要准备出门要带的东西。然后我就把化妆包跟耳机放在电视那边，然后就用我的头发了。没有化，然后我要出门的时候，我就忘记把我的耳机跟化妆包放在我的袋子里，我就忘了带。两个我最需要的东西。今天忘记带出门了，果然很赶就是做不好事情呢。我还是不喜欢太赶，我喜欢有余裕的时间。谢谢朱伟的告白气球，我是那种标准摩羯座，就是要做好准备才会安心的那种。谢谢袁中送的爱你三天，谢谢袁中。我是比较喜欢
做好完善的准备会比较安心，然后有充足的时间会比较安心的人。大家呢？我可能比如说明天要出国，我前一天中午或是前前天就会开始一边准备，我不会等到前一天才来准备。然后如果要离开饭店的话，是前一天的晚上就会准备了，不会等到早上的那种。三十二安的姜饼人，然后我可以去拿一下卫生纸吗？我觉得我的鼻涕要流出来了，都是拖延来拖到最后一刻。开始准备红白出笼了吗？还没有开始准备，我还没准备，我不知道这次要带什么，好难哦。而且日本应该蛮冷的吧？我查了天气好像是八度左右，晚上可能到五度吗？好像八度十度左右哎。怎么办？但是日本的室内又很闷，我觉得，所以我应该要里面穿不要太厚，外面穿厚一点的外套。塔瓦哥你好 ，Hello 塔瓦哥，预祝红白杯很顺利，谢谢龙猫，我去拿一下卫生纸哦，等我两秒，一、二、二减一，回来了。一个鼻涕大家不要被我擤鼻涕的声音吓到哦这是很浓厚的鼻涕哦很浓稠的鼻涕声好害羞，好浓哦！谢谢人中的色大袜，谢谢人中。Hello， 云吞面，你好。明天的早起闹钟这种的歌，太热了，感觉很浓稠。对，一点点感冒。短袖不会冷吗？是还好啦。星期三见，决定要从台中穿台北。突然也觉得鼻子痒痒的。手好痒，好想用吸鼻管吸你的鼻涕。什么是吸鼻管？感觉这坨存很久。天天在吸小孩的鼻涕，那我也是小孩，我需要吸鼻涕啊。诊所的，哈，大家还喜欢我的新发型吗？这个发长怎么样？我是蛮喜欢这个发长的，锁骨的位置。喜欢这个发长。星期三考虑翘班去。鼻音变重，这个发型很可爱，谢谢雪白。吸出很多就很有成就感，难得看到顺毛的平衡。对，因为我稍微烫了一点点上面。让它顺一点，不要蓬蓬的。为了红白做准备，想说漂亮一点好了。内弯可爱 ，CD 预告十张，期待版。板桥场，哎呀，我的那个被我用完了。谢谢杨杰的人气彩虹桥。浩浩你好，谢谢怀花，谢谢杨杰的人气便当，谢谢金勇的人气卡，谢谢你们。谢谢杨姐的掌声鼓励。喜欢新发型吗？我还蛮喜欢的，因为我有一点点，就是这边是直的，这边是有点内弯，然后刚弄完的时候这边超级卷，我有点吓死。还好洗完之后是没有这么卷的，是直的，是直的，吓死我了，你知道吗？我想说，天哪！觉得卷发也不错呀，但是常回到高雄，好感动。谢谢华华的人气长茶，是不是宕机啊？他怎么一直在送啊？
这是不是宕机？他宕机了，他的那个特效一直出现，一直挡住我的脸哎！是只有我这样，还是你们也这样？谢谢阿华的人气彩虹桥，不是宕机，是帮你充了气，很多个不是宕机。哦，是很多个是吗？谢谢，谢谢杨姐，一次丢完了哦，我以为多到以为是宕机，谢谢杨姐，谢谢杨姐，哦，谢谢，我以为他是宕机，谢谢，谢谢阿华的人气彩虹条。大家昨天这动画太多会卡，好了，公式照看起来很自然，谢谢阿志。面面跟灵异都冲到1000万人气，哦，所以会冲人气是吗？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200万现在，哦。头发开心是好看的吧，喜欢，蛮喜欢的，那时候感觉帮我弄头发的那个想要请我帮他们那个怎么说，就是拍弄完头发的照片，可能要放在他们那个当人家参考的那种。谢谢巨伟送我圣诞老人，谢谢巨伟，有音乐的特效，好可爱哦。谢谢，不过你现在好可爱，谢谢变成新生联盟的浪漫玫瑰，谢谢，谢谢你。对啊，对啊，我没有答应，我说可能不太方便这样子，可能不太方便。对啊，卡卡的。谢谢龙猫369的玫瑰，谢谢你。现在有点卡，好的。可是我这边显示的没有卡，是绿色的，没关系，反正我现在在擤鼻涕。可是我这边显示是绿色的，哎，没有红色的。谢谢金柚的人气彩虹桥，我这边显示是绿色的，哎。谢谢巨伟的告白气球。谢谢金柚人气彩虹桥。我的妆是不是要掉了？哎呀！你很漂亮，都卡住了，卡住了吗？还是没有啊？是有卡住吗？谢谢金柚的人气彩虹桥，有卡吗？谢谢变成新鲜柠檬的人气泡泡。该吃超大颗卡喉咙抗生素，现在有卡吗？谢谢阿豪的圣诞袜，
卡住吗？还是没有啊？有卡吗？因为我这边没有卡，所以我不知道大家那边是怎么样。好了吗？右上一直跳网络，可是我右上这边没有跳网络不稳。那这边是正常的，偶尔会停个几秒。我们这边会卡一下卡一下的，那还听得到吗？谢谢巨伟送我姜饼人，谢谢巨伟。大家昨天有开心吗？他昨天有玩的开心吗？很开心亲眼看你站 C， 我也很开心。记者会的时候，我觉得比较，你走下台，我们受宠若惊。记者会我觉得比较紧张，但是见面会比较不紧张，就是跟大家互动就比较不紧张。而且昨天不是有，走下台去跟你们互动吗？然后我有点雷，就是昨天我不是走下台跟大家互动吗？然后因为我就是那个拿了一只手机，但是我拿了某一只手机想要自拍，但是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就是我不会用他的手机，我觉得有点抱歉，我不会用他的手机，所以我找不到相机在哪，我就没有拍到照片，对不起。我拿了一个手机想自拍，结果我没有拍到，因为我不会使用那个手机。我下次是不是要挑 iPhone 啊？iPhone 比较会用，我下次应该要挑 iPhone 对吧？谢谢小东东，没有来右边，因为时间来不及过去。时间来不及过去就没有绕完整圈，我没有计算好。你还没来右边，我没有计算好。卡卡，感冒还没好，头又没啥印象，但大家应该有开心吧？我们有跟你们互动，然后还有我比了很多爱心给你们哦。衣服要煮，谢谢阿华，我比了很多爱心给你们，你们有没有看到啊？很开心可以近距离跟你们见面。机长要讲话被阿潘阻止了啦，该换 iPhone 了吗？有，大家有开心就好。那昨天见面会的游戏也蛮好玩的，昨天见面会的游戏，我的鼻塞也太严重了吧？算了，有看到。有看到很多爱心，有拍到吗？谢谢北极星追踪主播。昨天的搔痒游戏是不是蛮好玩的？为什么鼻涕这么多，醒不完的感觉？为什么？
我的鼻子都要脱皮了，怎么办？再找吃饭瘙痒，布丁好尝一下就会，我又不小心戳到流鼻血，好不弄了。而且鼻塞很容易耳鸣诶，就是有一点耳鸣。我等一下也要来挑战吃药，正在吃可乐糖，真是的，怎么那么好？为啥可以吃可乐糖？为什么？品涵超级会演，败在最后一题，最后一题杀死超多人呢、欸。我跟布丁也很会演，因为我们算是很同一个系列的演技，所以就很难猜。我觉得我有点冷，我可以去拿个外套吗？拿一下外套。哇，我穿黑色的会反光吗？后面的海报翘起来，没错，我穿黑色会反光吗？用湿纸巾擦比较不会耳鸣。我刚好就败在你演的那一关。喵。诶，我穿反了吗？为什么这么奇怪？我穿反了吗？哦，没有。可乐糖就想到你。哦，它一直翘起来，好烦哦！一直嘟到我叉叉叉叉叉叉的声音。谢谢剧尾的年度选票，还一直戳到我叉叉叉叉，好吵。啦啦，现在好想躲到被窝里，再三天跟海豹说拜拜，对海豹生气气，他为什么跳起来？好冷哦。谢谢阿华送了我 love，谢谢阿华。哎，我发现新手机穿黑色比较不会反光，哎，就是比较不会那个，脸比较不会过曝，哎。谢谢巨伟的圣诞袜，谢谢巨伟。很喜欢，最近喜欢黑色的东西。下次直播换海报吗？最近喜欢。黑色，怎么样？今晚买不到自由时报，当然。我在想说明天的，就是，算了，最后再跟你们说好了。还是要现在说哦，因为我的下一次直播时间是明天，所以我在想说，我明天的直播要不要来布置这个墙壁，布置圣诞节风格。可是这样我就必须去买那个圣诞节的装饰，不知道要买什么，可能亮亮的彩带之类的吧。圣诞节装置。戴上帽子，觉得脸变糊了。现在是平安女巫吧，请要毒药毒我吧。先找一棵树。你把自己变成麋鹿，然后把后面撞花。我思考一下，明天要做什么？圣诞节快到了。嗯哼，大家昨天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我一边想打哈欠一边讲话，
对不起。三单两张衣服都很好看，游戏好玩呢、啊。Eric 啦啦，你好，哈、晚上好，彩虹花，彩虹花你好。还有分组很精彩哦！对了，昨天有分 A、B、C 组哎，平涵在 B 组哦，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有点可怕。印象最深刻应该是栗子爆哭，没错。绿豆跟夕阳最后的点头，现场感很赞啊！新 CP 不寒而栗。昨天的分组其实有点吓到我，因为完全不知道这样，不知道有分组这个东西，很 shock， 受宠若惊的感觉，超级惊讶，我居然在 B 组哎，但我蛮开心的。我们的组有谁啊？雨晴、露露、林杰、一家、瑞婷、雨薇，还有谁？还有新的二期生嘛？就还有栗子、佳丽，这几个吧。那还蛮开心的，你们那组有地瓜派组合 ，B 组感觉很可爱，谢谢。这组蛮好的呀，品涵在 B 组，真的没有想过我们会有分组这种东西，好可怕哦！怎么办？以后要带着大家一起比赛吗？运动会什么的吗？还是要什么什么东西？他们 AKB48 分组都是做什么？公演吗？不一样吗？表演不一样吗？紧张哦，不知道分组要干嘛，没想过加一，对啊，没有想过会分组哎，以后会有比赛吗？三组竞赛之类的吗？你在哪我就在哪，大家要支持 B 组的孩子们哦，还有应该说 A、B、C 都要支持啦，只是平衡在哪一组，大家都要支持哪一组哦。B 组加加，庆 B 的概念是吧？没有，他不是说是暂时的名字吗？之后会有正式的名字，所以他昨天暂时分成了 A、B、C。但是我在 B 还蛮开心啦，因为蛮喜欢 AKB 的庆 B，然后我在 B 组 有种庆 B 的感觉。B 组关注比较多，期待，谢谢 Mesu 分享直播间，只要有品涵的支持，娘唱初日，开始成为 B 组推，谢谢亮铃，谢谢亮铃。红毅你好，Hello 红毅，哦对了，谢谢大家昨天送的花束，谢谢你们，我有看到花，还有上面的那个祝贺卡哟。那个红白顺利，还有三单大卖嘛，谢谢你们的设计，还有花束，很开心，谢谢大家。A、B、C 都有关注，糟糕了，你看吧，就说滴滴会很辛苦吧。谢谢阿华的掌声鼓励，谢谢阿元的掌声鼓励。B 组有你和雨晴，没错。谢谢姐姐包成小包，谢谢 Rock 亮铃的掌声鼓励，好像做的有点大，很大一束哎，你们很厉害，谢谢，谢谢 Rock。喜欢品涵不辛苦，不是迪迪。啊，真是浓厚的声音。我的鼻涕好黏的感觉，粘稠吗？超级粘稠的那种。等一下。
花篮大没关系，本本感觉你不好呢。唱看见线了吗？没错，有哦，感冒了一点点，感冒还好，只是关注我推平寒，谢谢玉安推平寒，最后差一点跳，多喝点水会比较好醒。一堆细菌在我鼻子开 party， 麻烦你们出去好吗？谢谢 mini mini q boom， 希望他明天不要在里面。出去，给我快点好！谢谢阿宝说我掌声鼓励。睡久一点，感冒会快点好。把细菌留在台湾，柏林开播了，好想看柏林直播。去去鼻涕走 ，A B C 各六个推，当然有皮涵。开轰趴中 ，Hello 杨公公，你好，要推多少才算滴滴？谢谢杨公公的人气泡泡。休息攀平衡最重要。事不过三，怎么办？我的鼻音好重啊！光是一集有18个推要停的，我的鼻音好重啊！谢谢小白送的冬季恋歌，谢谢小白。谢谢你。就这样睡着也是可以了。那开1个小时？不，今天是2个小时。今天要开2个小时。漏电的皮卡丘卡到阵亡的边缘了，没错，今天2个小时，宜兰跨年表演还会参加吗？不会哦，我会去参加日本 NHK 的红白歌喉战。我的鼻音好重，我都不能呼吸了，会不会缺氧啊？缺氧脑袋会很昏的。谢谢阿华分享了直播间，那这个粉丝红白加油了，谢谢你。今天在内湖见到基隆市长，我今天也在路上遇到谁啊？我是遇到北极星吗？我今天过马路是不是遇到北极星啊？看到一个很面熟的人欸，是北极星吗？今天好像在路上不知道巧遇了谁，是北极星。我都想说也太面熟了吧。我去那个练习，然后要离开，我去练习要去别的地方，然后过马路的时候遇到北极星，一脸懵，我也一脸懵，我想说诶，这个人好面熟哦，然后北极星就叫了我的名字，真幸运。没想到在路上也可以巧遇啊，也是蛮厉害的。一零十命中注定的相遇，该请吃饭，北极星请客，再次敲碗，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触动了心感应的奇迹。
没有没有，我第一次在路上巧遇人吗？而且今天是我第一次走那一条路。鸡排要切不要辣，北极星听到了吗？大家叫您请客哎、请客台塑牛小排，以后都走那条路。我好像正好要去搭车吧，触动了请客的声音。北极星好像穿着小迪的应援 T 吗？是小迪吗？是不是被我抓到？哦，当滴滴被品涵路上抓包，是不是小迪的应援 T？好像是，干嘛？穿着小迪 T，对啊，穿着小迪 T 遇到品涵、欸，在路上被我抓到滴滴，笑死，真的是很尴尬。有没有突然不想被巧遇啊？快被你笑死了。昨天穿，你的昨天穿了还在洗啊？哦，原来是没有衣服穿的概念，所以穿了别人的应援 T，可以可以，这里有接受，小迪可以，是小迪可以，平衡 T 昨天穿了吧？尬爆，还不摆两桌谢罪，路上抓滴滴。但真的蛮巧的，因为那边其实有两个路可以走，我可以选择不过这个马路，就是只走过这个马路，但是我选择了右转过那个马路，然后就巧遇了北极星，所以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吧，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我只是想唱这句而已。女犯 SL 草日真香，草就埋起来。但我那时候头发很乱，就是风太大了，我的刘海都被风吹的没有了，我刘海很乱哎、欸。平衡唱歌很好听，谢谢雪白。所以北极星的时候是要去哪里啊？北极星是要去干嘛？然后走在那边，推平衡的弟弟没握平衡，会否处死是什么意思？北极星要去其他的活动哦，双双巧遇双品涵，地下偶像浪是吧？去浪，不要太近镜头，好的。这绝对不是扶老太太过马路就可以的，幸运。他去看前甄选生哦，原来如此，抓到，哼，怎么被我遇见，然后被我抓到，这样所有事情都，抓到，被平衡遇见一次就抓到，小幸运。怒骂一波，这样到底是要被遇到好还是不遇到好啊？不遇到做坏事都不会被发现，一遇到了做坏事就被发现，各种抓。没有啦，开玩笑的。李威你好。平衡红白加油，谢谢你。应援 T 穿对应该就没有事。谢谢巨尾的圣诞袜。李威你好，平衡乖乖桶在全联买的，可以播你们的新歌吗？可以啊，那要等我一下下，我需要开个平板，我好怕我播歌会想睡觉。
Google Play 超越自我大挑战。广告。看电踏少女来到明日之后。哇，这是什么？放一下音乐。听得到吗？听得到吗？会不会太大声？谢谢小白的看好你哦，跟偷偷喜欢你。谢谢小白的玫瑰，谢谢金佑的掌声鼓励。以后身上穿多层应援 T， 有点大声吗？刚刚好，好。谢谢金佑的人气彩虹草，你的发色好好看。谢谢李威，我今天剪了新头发。开始布丁头，没错，染这么深也会布丁头哎、欸，太可爱了哟 ！MV 已经7万了，谢谢大家，大家继续分享起来。应援 T 穿对，然后遇到陈去做任何事都是对的。谢谢阿华的圣诞袜。我相信鼻涕。品涵涂橘色也嘛，橘色跟咖啡色。通了，天哪！没有，好像是我的错觉。声音变大了，倒是有。可能需要个通了，要把化脓的醒出来才算是快好了。嗯，我的，拿热水熏一熏。博汉你好，谢谢博汉分享直播间，这首太好听，可令人暖，谢谢你，小多啦。截了很多图，谢谢二三。快醒到人中，我这边其实已经有点脱皮了，鼻子旁边。醒到脱皮，为什么我越做越冷？好冷。但他很受鼓励，他有真的。起来走走，发电一下就忍了，还是让我一直坐在地上，拿个棉被来盖比较好睡。把面子稍微变成狮子鸡，地板冰冰的。坐椅子啊。太搞笑了！怎么没有椅子？因为没有椅子可以坐啊。
只好坐地板上了。嗯，谢谢小白的冷气泡泡，谢谢小白。有没有以前的同桌椅？没有哎、欸，没有同桌椅。我想换地方直播，但是找不到更适合的地方。平安跟这个等等，坐在地板上比较有 feel。你们觉得我要来吃药了吗？还是再等一下下？再等一下好了。大家昨天有购买这个嘛资料夹？大家昨天有拿到没有？发现这个其实是有两面的吗？我拿出来给你们看，你们有发现它其实是两面的吗？然后有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呢，这个是一群少女们。这个是比爱心的少女，然后你们对天空看，你们对天空看，有看到吗？等一下我瞧一下，有看到大那个影子吗？这是一群膜拜少女的少女们，有看到吗？你们有懂我在说什么吗？有点好笑，就是那个神机没错，你们看到那个反光吗？一群膜拜少女的少女们。这很好笑，这是我们无意间发现的。你们可以回去，就是把它对着光这样，你们就会懂我在说什么。超级好笑，你们可以回去对一下，你们把资料夹拿出来对着阳光看一下，对着光看一下，隐藏。这是非常高级的资料夹，谢谢阿华的掌声鼓励，有看到吗？有没有看到？很有趣，显灵了舞，意外的新发现，资料夹漂亮。有人全部猜出剪影是谁了吗？其实连我自己都看不出来。我在哪里啊？新玩法没错。卡了吗？哦，好冷哦！谢谢草花的浪漫玫瑰。平安是不是不住宿舍？对，我不住宿舍。谢谢卡路里的浪漫玫瑰。伸个懒腰，多喝温开水。宝贝教导，谢谢二三送我 kiss 啾啾，谢谢二三。要不要拉链拉起来？谢谢剧本送我好多年度选票。
喝姜茶很赞哦。吃药吗？要吃药了吗？我怕我吃药，等一下很快就想上厕所。好像平衡进入神经末梢。我的药有拿过来吗？可是我怕我太早吃，等一下想上厕所怎么办？还是晚一点再吃。马来西亚要进冬天了。吃个药比较好。左边好像通了，一点点通，右边塞住。哦，好像是错觉，左边又塞了。日本现在很冷，要多注意保暖衣物，以免着凉。好的哟，谢谢你。吴呱呱你好。快要圣诞节了，大家有玩交换礼物吗？还是什么怎么过圣诞节？谢谢阿豪的年度选票。圣诞快乐！跟成员一起过首都会，家里睡觉，生日要到了，下礼拜二就要20岁了，天啊！嗯，珍惜最后一天的19岁。单曲交换起来。有耶，跟十人交换礼物。礼拜三可以当面去跟平衡说，隔天生日快乐。有点卡吗？谢谢阿爸，阿爸你好。
跟和朋友有玩交换。这几天就大家有什么心愿想完成吗？希望明年可以再更多活动跟大家见面。现在要注意一下，好哟。谢谢卡姆米的浪漫玫瑰。想跟品涵合照，啊，我也想啊。明明看起来应该不能去，好冷哦。天堂会要给平衡签名，资料夹是在那个身上，资料夹是在高美湿地拍的。台中人想逃生，那在高美湿地。非之不可，你好。天堂会去找你签名哦，好的哟，彩虹花。和朋友会去迷你康斯，努力把睡醒拍掉。天空不作美，完全没有阳光。伸懒腰。高美湿地的风车很明显。希望这次抢得到明年康斯。晚安，玉兔喵。谢谢小白的大佬喝茶，谢谢小白。
个黑色衣服直播颜色其实没差别，因为是因为换手机的关系吧，新手机好像比较不会变那个颜色吧。谢谢金庸的聚光灯下打 call。要不要来吃个药啊？我家今天来了两只小萝莉的，天哪，很香。催化笔吗？之前看到没有吗？下次直播，什么是催化笔啊？催化笔游戏。什么叫催化笔游戏？明天好干哦，唉，谢谢阿华送我四张哇。感冒还没好，还没有好。越做越冷，鼻塞加冷加眼干加下这样，我的荧幕。倒掉，对不起，被我推倒了，事故事故，有没有照到不该照的东西？感冒也没好，吓死人了哦。吓一跳，还好我有接住他。他怎么这么歪啊？惊吓一瞬间，谢谢小文送了我了外套，拉链拉一下。好像有比较不冷，怎么样？穿黑色的
怎么样？我很少穿黑色的衣服，但是最近很喜欢。我来吃个药。阿志的答案应该是喵吧。谢谢巨伟的色大袜。晚上好，谢谢巨伟的色大袜。我去拔一包药药来吃好了。谢谢阿豪的色大袜。擤个鼻涕好吗？画面雾雾的吗？眼前应该有雾雾的，是有一点点。我每次戴隐形都会眼前一点点雾。跟队长不同队，开心还是伤心？一点点伤心。小林你好。
晚上好，王凯海军陆战队。你好，直排轮溜的如何？没有很厉害。今天有，刚刚有吃汤圆了，刚刚吃了一点汤圆。直排轮有跌倒吗？有，之前在练习的时候有跌倒过。平衡 MV 跟诗雅比赛谁赢？是诗雅赢，但是 MV 诗雅要故意演输。一定要跟队长互动抱一起。冲绳真的有练，真的啊！我把直排轮带到冲绳去，然后晚上在饭店里面，在房间里面穿直排轮试溜。谢谢阿华的 love。房间里面，楼下的表示。那时候我记得很晚很晚的时候了，就是已经睡着，然后又睡着的醒来，然后我就穿那个溜冰鞋，穿直排轮在房间溜。已经是我睡着，然后又醒来，我就想说不行不行，要练一下，所以我就在饭店的房间里。穿了直排轮练习，睡不着就溜直排轮。刚刚很怕直播惊险出手，刀打开来在还好还在。梦游直排轮，房间地板好溜吗？房间地板是。地毯，所以其实，溜不太起来，溜不太起来，一言不合就溜直排轮。在大厅溜吗？谢谢雨安送我好多个 love。地毯阻力太大，第一次看到有人出去玩带直排轮的。试着叫大只皮卡丘溜直排轮。谢谢阿华的人气便当，谢谢杨姐的真情告白。谢谢杨姐的真情告白。谢谢阿华的人气彩虹桥。谢谢金佑的聚光灯下打 call。好冷哦。
得今天蛮冷的啊。脱了外套和金手套一下，谢谢二号的冷气泡泡。谢谢二号的冷气泡泡。杨姐，不要偷笑我！不要笑我！差不多可以吃药了吗？这个人呛到当机，然后就摔了一下。对，我不小心摔了一下。可以吃药了是吗？那我去拿一下药。谢谢阿哈的。冷气才好巧，想到我摔那一下，觉得有点好笑，突然觉得有点好笑。谢谢志伟的早安宝宝，我去拿一下药，在旁边而已。好多哦，笑的，不要笑我，杨姐。那我们来互道一声晚安，先吃药药。希望我的水够我吃药。上次我看阿 K 吞药，他一把吞，我觉得很厉害。要怎么一把吞呢？看一下药，长这样。雨林晚安 ，Hello 雨林，他来吃药了。我在考虑三颗小颗的可不可以一起吞。我今天原本中午要这样吞，但是我还是不敢，所以我还是两颗一起吞。黄色那颗是抗生素。好，那我先吞胶囊好了。没有很顺利的下去了，有一点点卡住。还好没有很噎，一点点卡住。让我休息一下，我觉得我要再喝一口水，让它下去一点。让我心情休息一下。过了第一关还有好多关，好可怕哦！啊，我刚刚觉得他在这边。是不是因为我犹豫了？我犹豫了，它就卡住了。不怕不怕，
犹豫了2秒左右吧，犹豫就吞不下去了，我发现一鼓作气，好可怕。看你头贴，谢谢人中的浪漫玫瑰，谢谢人中的浪漫玫瑰，你的头贴太好笑了吧，头贴嘴巴很大，果断。谢谢龙猫369的掌声鼓励，很会吞。你们觉得我要进行下一颗了吗？我想赶快把它解决，好烦哦。嗯，谢谢阿华的人气选票，好害怕哦。不对，下一颗是这一颗，也是有点难吞的感觉。哎呦，很可怕。22点睡觉，我今天要开到22点半，我们帮你们。帮你加油。平常吃饭吞的都比药还大，也是哎、欸。那我要下一颗了哟，好可怕。好，冷静，下一颗。下去了，啊，好可怕！成功了，但是我还有三颗怎么办？一起吗？就是这样。谢谢小白的掌声鼓励，谢谢日安的掌声鼓励。Hello， 熊妹你好。谢谢居委的掌声鼓励。三颗这么大，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成功了。之前是这两颗小的一起吞，我还没有试过这三颗一起，是不是很难啊？怎么办？会不会卡住？好可怕！谢谢小蓝的掌声鼓励，会不会卡？啊！我的粉红色会不会卡住啊？很可怕哎、欸。会卡住吗？中的单独分开吧，怎么办？我在思考，分开还是一起？中的，可是这感觉有点大哎、欸，这个蓝色的，分开加一，那我还是不要随便尝试好了，我先把大颗的吞掉，还是不要轻易尝试的好，分开好了，好，我分开。因为我不想每次吃药都喝这么多水，会一直跑厕所很麻烦，所以我想说，想要能一起吞就一起吞。那我分开吧，我先吞蓝色的。
下去了，好恶心哦，好可怕。很大声吧，那个声音是不是很大声？好丢脸哦！谢谢阿豪的掌声鼓励。谢谢龙猫369的掌声鼓励，是不是很大声？我的水吞下去超级大声的，为什么会这样啊？好丢脸哦！我好丢脸哦！天哪，我吞药也太大声了吧！一个咕噜，对啊，变成很不会吞水，平常吞水都没有这么大声。拍个吞药教学影片给你们，真的是有吞药的障碍，不是很会吞药。还有最后两个，太紧张才很大声，感觉吞药可以出一集 IGTV。我刚刚表情是不是很丑啊？剩最后两颗，很正。其实我刚刚有点犹豫，有一点点犹豫，很怕吞不下去。两颗一起，好，我两颗一起。那我要吞了哟。想问品涵这次去日本表演是第几次？第一次是 Song of Tokyo， 第二次是剧场。剧场跟 Song of Tokyo 其实是同一次飞的。对，然后，第三次是总选的时候，然后第还有吗？第四次就是这次。Hello， 帅源晚安，帅源晚安。那我来继续吞后面两颗药哦。第五次了吗？真的吗？第五次了，我来吞后面两颗吧。吞完了，终于吞完了，好可怕哦！谢谢阿华的掌声鼓励，谢谢阿华，谢谢小蓝、小白的掌声鼓励，啊，终于吞完了，谢谢人聪，那个声音很适合拍饮料广告。谢谢华华送了好多掌声鼓励，终于今天晚上终于吞药结束，又闯过一关了，耶、yeah, ！谢谢阿远的掌声鼓励，还有好看好的哟、哦。谢谢阿泽的掌声鼓励，我终于又闯完一关了，我还有好多包药哦，好讨厌哦。1、2、3、4，我还有5包药。会的吞药应该不太顺，就杀灭一包了，终于。
你还有2天，希望感冒快点好。可能药都没了，希望记得回诊。希望他快点好。你一定没定时吃药，你怎么知道？小白，我昨天因为太忙碌了，我就没有定时吃药。然后今天，中午早上的有吃，但是中午的去剪头发，所以我也没有吃到药。谢谢帅源送我圣诞袜，谢谢帅源。谢谢你，谢谢。我没有按时吃药，别忘了哈。为了感冒快点好，我会那个按时吃药的。谢谢愿送我 love you。很可怕，吞药超级可怕。要膝盖上的，好像看到那么一句 po 什么笑的，要定时吃药才会好。我也知道要定时吃药啊，可以从圣母包猜到没定时吃吗？很可怕欸，吞药。我当初一直很排斥再去看第二次医生，因为我实在是太害怕吞药了。我还去买了福茂乐饮，结果没有用。礼拜要干嘛？没有好的身体，不能迎接接下来挑战啊！没错，啊，可是打针也很可怕欸，打针也很可怕，我害怕打针。嗯，打针吃药选一个呢？打针好了，痛一下总比在这边挣扎那么久好。不然我帮你打针了。我肚子饿了，会太突然吗？我有吃晚餐，但是我现在有点饿了。最近食量变大了吗？冬天吃比较多。我要吃成一只熊。我可以吃成一只熊吗？想吃宵夜。去日本可以买感冒药，怎么办？我家有东西可以吃吗？好像有一点点饿，吃汤圆了。那感冒的声音很适合撒娇哎。我觉得这感冒的声音很适合撒娇哎，喵喵，有种抖音的感觉，就是那个尾音会分叉。今天冬至品寒还没吃汤圆吗？吃了哟，我刚刚吃了汤圆。喵，有没有有必吹的感觉？喵，那个尾音有点分叉。芝麻还是花生，我是吃最一般的那种，没什么味道的那种。我吃最一般没有什么味道的白色的汤圆。听起来像生病的。咸的还是甜的？甜的，甜的，我吃甜的。红白的那种，对对对对对，红白汤圆，因为快要参加红白了，所以喝红白的汤圆，吃红白的汤圆。喵，不好意思，感冒还是不要乱撒娇好了。最近很红白，没错。我想到我下礼拜二就要20岁了，有点紧张。怎么办？下礼拜就要20岁了，有点紧张兴奋啊！我下礼拜一会直播，大家会帮我庆生吗？撒娇声不错，可爱。我明天会直播，大家会先帮我庆生吗？因为我礼拜二不直播，我们明天来庆生好了。我要自己买一个蛋糕吗？
我要自己买一个蛋糕吗？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欸，我好像可以买个蛋糕在直播里面吃，边看着边帮你庆生。那我明天可以买个蛋糕吃吗？其实我只是想吃蛋糕啦。那生日快乐，我也下周生日。那我看看明天的预算怎么样，如果预算足够的话，就买个蛋糕帮十二月的大家庆生，顺便自己庆生吃一波。感冒能吃蛋糕吗？可以吧，我买比较不甜的芋头之类的。可以吗？我可以吃蛋糕吗？感冒好想吃蛋糕，感冒不能吃蛋糕吗？可以吧？不行吗？那我买咸的蛋糕，可以吃。啊，不能吃蛋糕，准许我一天，会不会被大家骂？感冒还吃蛋糕？三片大波露巧克力和三颗蛋就可以做蛋糕了。红叶蛋糕比较不甜啊，我买 cheese 口味的那种乳酪蛋糕就不完全不甜吧？ cheese 乳酪蛋糕怎么样？那个完全不甜，我去寻找一下。不会吃下去可以， cheese 乳酪蛋糕是咸的，可以吗？85度 C 就会了，买起来考虑看看。好，那我明天买一小块蛋糕，就真的我觉得我的预算可能只能买不是圆的，就三角形的蛋糕，平衡的小小预算。什么这女生这么喜欢蛋糕？因为蛋糕好吃啊，你吃一个三角形就好。我有想着起司乳酪蛋糕，感冒不能吃甜和重咸重油。好的，每天都来一个古早味 cheese 口味蛋糕也不甜，还是我去买蜂蜜蛋糕便利商店的，因为我本人蛮爱吃蜂蜜蛋糕的。汉阳姐去吃了南瓜派，不是吧？长崎蛋糕。突然想吃蜂蜜蛋糕，我喜欢蜂蜜蛋糕啊，那我什么都不能吃欸，可以准许我吃一些下吧，一起帮你庆生，可以用文字唱生日快乐歌。好呀，南瓜派真的贵，但是很不甜。是蛮贵的啦，就是预算可以的话偶尔可以去吃一下。李威你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大家明天要来帮我庆生哦。可以多买，然后礼拜一再跳。大家明天帮我庆生，耶！好哟，好，希望我买得到乳酪蛋糕。我会不会到时候买了一个草莓的、啊？因为看到草莓看起来很好吃，就忍不住就买了。蛋糕要什么口味？精神来了。那我不一定，我看哪一个看起来好吃就买哪一个。感觉你会。明天要上课，尽量赶到，好哟。那明天下次直播是明天晚上8点半在直播间，应该是草莓。现在想吃蛋糕的心情超像3岁小孩。草莓蛋糕2个小时吗？没错，明天也是。生日礼物都开箱了吗？有时候明天要跟日文课同学去聚餐，偶像的人草莓蛋糕。
那明天8点半大家一起来帮我庆生吧。明天晚上8点半记得要来看直播哟。那今天也差不多到这边了。谢谢 Tony 的浪漫玫瑰。我来念个排名之前，我先来擤个鼻涕可以吗？他又开始要出来的样子。我先擤个鼻涕。艾斯你好，艾斯晚安。我发现我真的蛮会学 Google 的。 Google 小姐，我来擤个鼻涕。有像吗？他们讲话非常震惊。我的鼻涕很浓稠有像啊。这个腔调好有礼貌的孩子。我来擤个鼻涕，我的鼻子脱皮了。很会学 Google， 大家要照顾好身体，以免感冒。听到声音抖了一下，我的鼻子里有蛇。 Google 小姐， Google 小姐 B-box 吗？真的要不要考虑以后往广播发展？鞋子里有虾，我的鞋子里有虾，我的鞋子里有蛇。有像吗？我觉得我学那霸机场最像。Naha Airport。 Google Map 真的这样讲，我们即将前往 Naha Airport。 我觉得感冒声音更低更像耶，刚刚那个笑声。什么笑声？哈哈哈，这样吗？捷运广播感觉可以。捷运广播怎么讲啊？很像广播主持人的声音，很舒服。不当偶像大概知道之后要做什么。谢谢小白的眼睛液当中，不要玩坏感冒的。真的有像吗？这是我的新才艺耶。大家其实可以广播日，今天的直播差不多了，我来念个排名。有像吗？哇，慢慢揣摩，越来越像。下一站，下一站要讲哪里啊？可以念一下安子谁吗？语调慢一点真的有像。原来直排轮是假的特技。大家请记得收听我们的最新单曲，看见夕阳了吗？谢谢。台北小巨蛋，下一站，不行，有时候比较像。下一站台北小巨蛋，不，这不像，这不像，这不像。我手会可以指定平安这个语调，可以啊。我就会说，怀怀你好，谢谢你来我的握手会。好啦，不闹了，不闹了，不闹了。我来念个排名。今天的直播差不多了，我来念个排名。还要加英文台语，台语可能不太行。好啦，我来念个排名吧。广播电台录取啦。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邱品涵。谢谢帅人送我浪漫玫瑰，谢谢帅人。这个语气都给我讲，谢谢阿华的掌声鼓励，谢谢阿华的掌声鼓励，谢谢志伟送了我一个聚光灯下打 call。想听平安说台语吗？我敢那已经甲伊着力啊！谢谢帅人的浪漫玫瑰，还是我来念用这个语气念新型病毒的口白。
绝对不可能的啦。然后下一句是什么？虽然是这么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已经喜欢上你了。谢谢爱死的眼睛也障重。有吗？有吗？还可以吗？绝对不可能的啦。虽然是这么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已经喜欢上你了。谢谢博汉的掌声鼓励。好啦，我要来念排名了。